中国我说才区方。芝加哥从何许说？芝加哥机场像个迷宫，我不知迷失在迷宫的那一端。全世界的机场在这里汇聚成一个个圈口，马戏团里的一个个看台包厢，斗场里一间间珊瑚牌桌。我花了3小时在里面取关与关，驼云卷机，不但奔跑闻讯，一直抽打旋转的陀螺，一直嗡嗡寻找蜂房的蜜蜂，从博人到何人，从工作人员到义工。多伦多紧挨伦敦希尔斯，法国戴高乐，在国际候机室 ABC 西厢长廊的一国，仅仅一个长廊就能容下全中国的国际访客。频繁起降的飞机像赛马在马场冲刺，直到变作天马飞向高空。有一条立交桥仅做了飞机跑道使用，其驾驶就像恐龙从你身旁经过。芝加哥从何许说？芝加哥早已不是那个跑铁楼搞船运多模子翻身口只在地面河流上翻滚的城市。从它巍峨的摩天大楼、繁忙的机场、航空港就可看去。当然有人说，这头被淹的公牛正一步步走向滑落。